荷花鱼肚。荷花鱼肚是一道汤菜，白白的鱼肚片上镶着小片的火腿、香菇，很像一朵朵盛开的荷花漂浮在汤面上，诱人食欲。选用的原料有鱼肚100克、虾蓉200克，还有油菜心100克、火腿50克、冬菇25克、青豆。选用的调料有料酒50克、鸡油5克、味精1克、胡椒粉0.5克、精盐2.5克。荷花鱼肚在制作的时候，香菇切成菱形丁，火腿切成片后，再改切成菱形小片儿。鱼肚加虾蓉，用火腿、香菇点缀，入笼蒸熟。锅内放清汤烧沸，加入盐、味精、胡椒粉，调味之后浇在蒸好的汤盘中，四周用焯好的菜心点缀。荷花鱼肚制作的关键是，盛菜要美观好看，不能影响菜品的质量。它的特点是，形美，味香。